兄弟姐妹们啊，虽然河豚那么可爱啊，但是我还是不忍心下去追啊，因为我怕它咬着我。河豚是不能轻易食用的啊，要剁它之前必须得请大厨啊来烹饪。如果放了这6条可爱的小河豚，能换取你们600个双击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啊！关注我，马上直播赶海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闯大祸了啊！本想拿这个吸盘鱼把这个玻璃给吸住的，这没想到把玻璃给吸碎了啊！嘿嘿，拍这个视频啊，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啊，真想要你们个双击！进来老铁，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。昨天听赶海的老大爷说，越靠近海水的地方，沙子里面的货越多。咱们今天把20斤的捞爬给他带来了。啊，哎，这地方有，哎呀啊，大螃蟹一只啊，兄弟们，看看啊，有的朋友一看到挖子过了，反手就一个双击啊，速度相当快。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大冷天啊，想抓只八爪鱼，那属实太不容易了。今天我就转了7746个小时啊，终于找到这一只啊。咱能不能就为了我这份执着给留个小红心啊，点一个吧，记得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听说海参遇到红酒啊，会使海参变得特别特别坚硬啊，咱们今天用了这个82年的拉菲啊来做这个实验啊。你们上学上班都上班了，也没有时间给我点红心了，不要紧，看看就行啊，喜欢的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